小伙伴们，在蛋仔中，我们无聊的时候会点一下右上角的巅峰派对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众所周知，我们参加巅峰派对是一辆蓝色的列车拉着我们来的。注意看，开这个列车的人是两个打工蛋。小伙伴们，如果你们也坐过打工带开的这个蓝色列车，那么给这个视频点个赞。什么？我们的蛋仔岛中其实还隐藏着第二辆列车。伙伴们，难道你们不好奇第二辆列车被官方藏在哪里吗？我来告诉大家啊。小伙伴们快看呀，蛋仔派对中的黄金赛车是两辆呀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其实我们经常坐的蓝色列车也有两辆。伙伴们，现在我来告诉大家，蛋仔派对中的第二辆蓝色列车藏在哪里。众所周知，蛋仔中的第一辆列车在我们开始派对的时候会见到。对对对对 对, 对，这是一辆蓝色的列车，可以拉32个蛋仔。蛋仔派对的第二辆列车就藏在。伙伴们，现在我走的方向是蛋仔派对的最大房子，在房子的中间有一个黄色的列车。伙伴们，它被放在这个房子的中间做成了装饰品，它就是蛋仔岛中的第二辆列车，黄色列车啊。哦。